罪于私人情感。我今天这么做都是为了党国，为了蒋委员长的大义，为了实现三民主义。这就是你帮助共产党揭发场的理由吗？你是为了党国，为了蒋委员长去帮助共产党的？我有我自己的计划，锁喉计划针对新四军，我们当然要帮忙。你的什么计划？这个还不能说，但是请杨站长放心，我是您亲手带出来的人，不会做让您失望的事。七天后，你要给我交代的清清楚楚。是。指示来的给他，徐小东某我给你，把开了。前面都有这么的男人，我看了看。卑职已经命令全线追击。前面，我卖他的杨子了，打开的那个。耶！この飛行の包丁、たくさんの新宿、山田君、そして君の部下も裏切る。今。わし心配する。お前どうやるつもりですか？韩德军在追击，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是杨大哥，兄弟扣。哎，坚持住啊！坚持不住了，坚持不住了。控制住，我也是第一次看。冲下去啊！受伤了，没事，快上山，上面有个山洞，是个比较安全的地方。好，让他们几个下车。好，下车，下车，下车。わしの命令を引け。この逃げるの人たち、もし一人逃げるとこの首絞め計画をバレるんだ。だから先住捜索して全員捕まれ。邪魔な人殺せ。はい。审石大哥，那我就给他演戏呗。他想看哪出，我就给他演哪出呗。就是苦了石大哥了，挨了我一刀。真的？真的。眼睛睁的，这杜鹃就得生孩子了。你说我们这些老爷们儿吧，
有劲儿也使不上啊。翠花，啊，你去帮帮忙呗。好。啊，肚子好痛啊！去。一个时辰以后，离开这儿。石大哥，石大哥，别动队和伪军都包上来了。多少人？黑压压一片，我也没数清啊。这样，你们几个留下来，保护好孩子。你们几个跟我走，引开鬼子。是是是，走走走。老魏啊，这大山你熟，记住了，千万不要跟鬼子纠缠。我知道了，老爷。千万防着点徐小偷，你一定给我保护好他。你放心，有我在，他就没事。好，快去吧，快去吧。那我去了。Thank you.
什么时候睡下来，你就能看见你那俩孩子。姐，你是我们老萧家的大功臣，我告诉你吧，这两个孩子吧，他长得不像我，像你，特别的漂亮。等这两个孩子长大了吧，这男孩呢，我让他娶媳妇儿，就娶个你这样。这女孩嫁人吧，别嫁我这样，嫁一个像施山来那样，他大爷那样的。哦，陛下，你不能死，我不行了。有件事，你一定要记住了。你说，记住了能救命，在你们家。我家。罗非，罗非，海公。海公，快点！咱这个洞口隐，小点声啊！咱们这个洞口隐蔽，那个鬼子没有发现咱们这儿，向那个山沟又走了。石大哥呢？没看见、啊。娘的，打散了！现在可怎么办？啊！现在可怎么办？石大哥跟老费都不见了，还带着个死人，还有两个破孩子，这不会讲话就把嘴闭上！谁他娘的在这放屁呢？哼！我告诉你，现在没有你说话的份儿。我们盘萧山不欠你什么，都是你们萧家欠我们马三儿一条命。什么？
马三就是为了保护你们家的女人孩子，让日本人打死了。现在没人保你了，史大哥不见了，你以为你能活着从这儿走出去吗？啊！机会难得，我今天就帮了你。什么意思？在刑场上，要不是为了救史大哥，我拍着巴掌看他们崩了你。哎，现在我……大哥，息怒，息怒！哎，你给我滚开！现在我就崩了你。你救了我和我的家人，我已感恩。来吧，这一枪迟早是要来的。你还跟我玩上这套了？你以为我不敢开枪吗？现在。報道の信だ。ちゃんと確認しましたか？はい。間違いありません。この目で見える。水の中で死んだ将軍家か。それは自らの手で。一个人，老费呢？老费替我挡了一枪，我真没想到啊，老费跟了小宗海一辈子，居然能替我挡了这一枪。老费的大恩大德，我永世不忘。哦，对了，孩子呢？在这儿呢。在这儿，孩子很好，只是杜鹃疼。为了保护这两个孩子，老费、马三儿，还有好几个新四军战士，全都牺牲了。史大哥这样值吗？值。你们记住，孩子是无辜的，孩子在娘胎里，什么都不知道。就说我吧，要是没有萧家，我也活不到今天，也不可能跟兄弟们一起打鬼子。我们拼死拼活的是为什么？让我的后代过上好日子，这两个孩子一定要保护好，培养好。先に竜城で救うんだ。すごい。これは何の素晴らしい。よし。じゃあ諸君よ、これからやるけど、竜城、皆様国民は外にも返して、自宅内の人は殺す。はい。司令官、这样不好吧？ハンさん、あんだ、わしの命令を逆にする気か？可龙城的百姓。命令を。一个撒子，嗨！
南京大飛行必要的物どこめは放射線部有事か已经全部安全到达了よし我が口の各地団は南京間にちゃんと苦しんでいた流暢に着いたら安置するために全中審査するはい、はい你是不知道啊，当年我血刃此处，如今这儿却成了我避难的地方。直到今天我才明白，当初我干了太多的蠢事，愧对龙城百姓，后悔呀。介绍一下，这是新四军侦察科的岳梅同志。哦，他这次来是配合我们一起行动的。沈子，一看你就是一个有秘密的人。山来，你听好。山峰裂，秋草黄，秋草黄，山峰裂。山来同志，岳梅同志。时间紧迫，我们赶紧研究一下下一步的行动计划吧。小刀已经证实，敌人的秘密仓库里存在着大量的芥子气弹。他这回带回来的样品是黄色的，淞沪会战的时候敌人使用的是蓝色的，而黄色的比蓝色的毒性要大好几倍呢。岳明同志，你再具体的说一说，要不然大家听不懂吧。据了解，只要芥子气弹一旦爆炸，它会覆盖两三公里，人和牲畜30秒内全部死亡。军区已经得到情报，敌人将会有3到5个师团集结龙城，时间万分紧迫。我们已经找到了仓库的所在地，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毁掉它。可鬼子已经把入口全部都封死了，我们怎么进去？这倒没有问题，我们已经找到了一个别人都不知道的入口。有入口吗？好，我带人给他炸掉。对。可是，一旦爆炸，毒气扩散，龙城的老百姓可怎么办？跟爷爷玩去喽！呀呀呀！跟爷爷玩去喽！爹呀，别摔着孩子！爹，我告诉你，这摔着孩子，我跟你玩命啊！你别，爹，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啊。咱这孩子也出来了，你这当爷爷的，是不是得给孩子起个名啊？啊！哎呀，我说焦圈啊，哎呀，这日子过得可真快呀！就你小时候那百日宴。就跟昨天一样，没想到一转脸儿你都有孩子喽！哎呦，你不也当爷爷了吧？是啊是啊，你看，咱这男孩叫什么名儿？咱这女孩叫什么名儿？要说取名儿，这名字应该由石山来来取呀。他救了这俩孩子，他就是这俩孩子的再生父母。再者说了，他和你又是一母同胞，你说是不是应该由他来取呀？爹啊，你说的有道理，我这就去啊。等等，不光名字他来取，我看这姓也应该由他来取。什么意思，爹？哎，是不是老糊涂了呀？姓怎么会让他来取呢？啊，你要刨咱们老萧家祖坟啊？我萧宗海虽说英明一世，却我不如个山野莽夫啊！你看看人家石老爹教育出来的石山来，你再看看我，你是愿意孩子
姓萧九川的萧，萧鹤峰的萧，还是愿意孩子姓石山来的石呢？嗯。小鬼子真是丧尽天良啊，为了占领中国想出了各种招。先别说美国，说中国。中国有句老话，叫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这个芥子气弹，最怕的就是化学成分氯胺水。只要有了氯胺水，就能稀释它的毒性。氯胺水，我上哪儿弄氯胺水去？江阴。也许梁老板会从美国人那儿搞到。小九川，我们凭什么相信你？凭什么？就凭这最近发生的一切的一切。我小九川的良心虽然被狗叼走了，但是并没有被啃光。做人得有良心，有人味儿。你放心，你对我的大恩大德，我一世不忘。哼，我救你，救你儿子，那不是因为你，是因为我娘。是啊，娘要是还能活着，能看到这俩孩子，该有多高兴。说起了娘，我就想起小时候，娘天天看着我，一个劲儿的掉眼泪，我就奇了怪了。我说娘，我没做错什么事儿吗？你
你怎么老哭啊？他也不说话。后来，爹不让我见他。再后来，尤其是你到了我们家以后，我才知道，他是为你哭。娘，是我不好，我把你害成这样啊，娘！哭哭哭哭，哭什么哭？把劲留着，多杀几个日本人。今天来找你就为这事儿的，你是不是认为我就是个怂包，是个软蛋？好，那是过去，我现在不一样了，我能搞到那个绿氨水。你从这儿到江阴，沿途有小日本的好几个关卡，就你这点胆儿，哼，尿裤都不说。我还真怕你拉一裤兜子，你就好好在家待着吧。把这两个孩子给我带好，你知道不知道？这两个孩子是我多少兄弟拿命换回来的，带不好这两个孩子，打死你！我告诉你吧，石山来，正是因为这俩孩子，我也要多杀几个日本人。我好端端的一个家呀，让日本人给我弄的是家破人亡呀！孩子刚刚生出来，连娘都见不上，连口奶都吃不上啊！我要不多杀几个日本人，我就不是老爷们儿，我就不是个带把的。你放心，反正是我已经有两个孩子了，我不怕了，我有后了，我就是死，我无所谓。好吧。这个事儿，你让我再考虑考虑。您来之前，咱爹让我跟你商量个事儿。你不管怎么说吧，也是这俩孩子的个大的。爹让我问问你，给这两个孩子起个名呗，是姓肖呢，还是姓石？姓石呢，还是姓肖？姓肖还是姓石？姓石还是姓肖？小石，小石，小石啊！不是大哥，他太不吉利了，大哥。赵老爷，要是不买通那些当官的，哪还有我们这些人的命？咱就知足吧。这些挨千刀的，他们杀人放火抢东西，无恶不作，哪还有咱们的活路啊？开了。山来，对于萧九川这个人你怎么看？我跟萧宗海谈过，我们俩的看法基本一致。通过山洞的事儿、法场的事儿，对他改变很大。尤其这次去江阴的事儿，他表现得很坚决。
只是路程这么远，时间这么紧，他怎么赶得回来呢？石大哥，哎呀，鬼子师团人太多了，那多的人都数不过来呀。而且这帮王八蛋把老百姓都给赶出城了，整个师团都进城了。你说什么？把老百姓全部赶出城了？啊，你亲眼看到的？我不光亲眼看见，我半路还碰见赵老爷了。赵老爷？啊，赵白露他爹，他把整个家当都卖了，买通那当官的跑出来了。这样，小赵，马上下山。干什么呀？另外，你给我搞辆车。你我这趟白出去，我都给你准备好了。那好，你们两个赶紧送萧九川走，我得连夜回去准备一下，不能让龙城的百姓再遭罪了。出发。好。方才啊，哎，千方百计的要找到新四军，把这封信交给他们。行，叔头知道了。我们家杜鹃就埋在这儿了。是啊，老费也牺牲在那边，马三儿也是，你可不能辜负他们。我告诉你，你要是敢半道跑了，我就一枪崩了你。小九川，最近发生这些事情你是亲历者，别的我也不多说了。今天去干这件事情，没有人逼你，完全凭着你是中国人，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你听见没有，萧兄，一定要活着回来。不管你以前做的什么事，是善是恶，你还是我萧宗海的儿子。不过从今天起，你做的每一件事一定要对得起萧家的祖宗。